有好料没有请老师吃啊？哇，老师，你的棍很大条哦。嘿，Hey, Good morning， 校长，我是孟先生。其实我听说你们这边要请老师嘛？你确定？你没有来错地方。哇，校长，你们看，这边一个暴露狂啊！校委，有人在学校里面弄内裤哦。没有看过人家穿内裤啊？山到海长观姿态。明天多精彩！哎，小心老师不是人啊！你这套餐啊！啊，这是你，这是你们都不要跑了，你给我再跑点戏呀！嗨，哦，你是谁？我是傻逼吗？傻逼？不是啦，是傻逼。直到最猛的爱退场。你没事吧？我要报仇啊！给我狠狠的打！这个男老师是个变态。专门找那些很单纯的女学生，然后呢，跟他们搞暧昧。原来我死，连老师都要。立场表，立场表，立场表，立场表。什么？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我们学校从以前到现在，从来没有传过师生恋的丑闻，你们可是第一次。青春还在就应该老师，想忘自杀，在哪里？你们就很开心是吗？我就只怕不敢跳，我们现在真的是错了，我们真的梦醒，我们必须为爱做的事，我们必须为爱做的事。看到你们全部都是杀人双手啊！我的心。